今天圣诞节平安夜，就一个人做一个剩菜，买了个猪头肉，肉19块是吧？这一起啊，麻辣的，麻辣的，辣椒又到位。那电热毯到了，太冷了。以前人山人海的，现在没多少人呐、多少人呐？今天要是礼拜六的话，人山人海的。你看现在没多少人呐，这边都没多少人呐。平安夜，圣诞节啊。那买了也没法送出去啊，送不出去啊，我都不知道送给谁。你一个人在炒是吧？那一晚上能炒几份？几十份吧。啊，可以啊。圣诞节跟我好像没关系，回去买点饮料喝一喝，看看电视剧吧。公车小伙在不在吧？平安夜看他在不在，看他吃饭了没有啊？没有人呐、漆黑一片，漆黑一片，我一个还是一个人回去吧。两个帅哥不错。我能穿吗？我能。今晚再也不怕冷了。猪头肉，昨天是吧？酸菜炒那个萝卜，就是圣诞大餐呐。今天圣诞节是吧？可以值得庆祝一下的。因为我其他平台也收益也越来越的涨，百度的收益是吧？现在稳步在每个月大几百块钱。对吧，我就4000多粉丝，我每个月收益都是大几百块，那是一个平台。那其他平台是吧，头条、抖音、西瓜三个平台，那我一天视频播放，就纯视频播放的收益也大几十一百，是不是在稳步向前。那现在唯一要就是我那个直播没做起来，直播间人数还是很惨的，也没有什么人，因为我也不会来事儿，也没人跟我上什么票。视频还是能挣到钱的是吧，看你怎么做，就是视频的播放量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时不时再来点情节啊，还是可以赚到钱的。再继续努力啊，兄弟们，该喝喝，遇事别往心里搁，喝起来开火。哦，你给你那我家的白花车盐菜，炒了那个白萝卜，一个猪头肉，一个萝卜炒酸菜，今天圣诞节平安夜，就一个人做一个剩菜，买了个猪头肉。冷冷清清的清溪，可惜我没有铝老铁。这房子还几天到期了，我在考虑要不要住这边。住这边好像拍视频没什么素材了，要去寻找自己的一片天地了，是吧？过完年找个工作，搞点实力，是吧？再看看有什么想法，继续去实施，大胆的去实施就好了。反正都这样了，他妈没什么好怕的了，对不对？搏一把吧。今天拍视频没赚什么钱，又攒了个寂寞。不过一切都是在可控、向好的方向在发展，这是可喜可贺的啊！敬大家一杯啊！圣诞快乐！Merry Christmas, my brother. 拜拜，兄弟们。